关键点就是什么呀，上台上岸就一定要带紧张，让马有力量，往上去的力量才能最后跳。后面的一定要跟紧了啊，绳子抓短点，所以大家过来一定是带着杀气。 Goes faster, just follow them, keep up.正对着他，把那个刺他的动作做足。我在开机啊，高于是就说我刚才就说，我说导演就想让我进体力，一定要进步一点。好，那他的那个披风弄好了吗？给他盖披风的意思，其实那就是怕他就是染的头发，染的头发湿温比较多。嗯，行，你看你先看上面，因为有屋檐，这是一个人工的建筑。然后你看你的左手，看看还有没有更多的空间。对，不错啊，这条不错。那边被惊醒了。在处理台词的时候，他们自己设计的那个调度，大概他怎么走位，前面后面。然后杨新老师，他是比较聪明理性的那种，他的音调很高。他们每个人走几遍以后，他们自己找到自己的特点，跟别人就分开了。大家注意高登平老师跟人说话也不是这个音色，他是故意把声音压得胸腔共鸣很大，显得这个人特别有力量。陈英寿参见父王和太子殿下，大胆通营。
宗对这个对装都肉了，那鼻子本身挺锐，就尖锐的那个。